女生什么时候最美呢？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能够拿到一个平衡点的时候是最美丽的时刻，就好像我们在高速的生活底下，然后依然能够维持平稳的节奏还有心情，就是最美的时刻啦。爱自己呢，就要从保养自己的肌肤开始，而我的保养秘诀就是哒哒，有的是它的 Love Koji，能够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肌肤，延缓老化，还有对抗细纹，以及达到保湿的效果。我听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我想将我的脸的肌肤哦，整个就沉浸在枸杞，就是那个发酵的酒里头。当你去到某一个阶段，你就觉得说，能够真实、自然的面对身边的每一个人，甚至是面对自己哦，其实才是最难得的美丽、真实。